们现在是位于这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罗北县，在这边昨天晚上在这边，它是一个林场，刚好这边是人家修建了一个类似于自驾车这样的营地，然后我们在这一停，没水没电啊，但是它有很好的停车位，周边还有几家吃的，就是几家小饭馆，我们在这住车了一晚，然后一会儿在这边吃个早餐，吃完早餐我们就接着出发，今天去恐龙园吧，就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发现恐龙化石的地方。最近的路程呢就是这样子，一路一路的往黑河去赶，为什么要赶？因为这边会有口罩，所以不想在这边耽搁，或者是说在这边万一出现什么状况，到时候被隔离在这边，先往那边走，因为那边还买了快递啊什么的，不然到时候快递都收不到。当黑河以后，我们就往大兴安岭走了，后边就开始，可能要往内蒙方向，就往回走了。因为今年这个季节来东北确实不好玩，真的不好玩。就开始回内地。现在虽然说现在说着很轻巧啊，这么感觉咔咔咔就要回内地了，但是这个路途还是漫漫的，还特别远。因为啥？因为这边真的是地大。这一站到下一站几百公里，这站到下一站几百公里，到内蒙那边更大，所以说不知道啥时候回去啊，走，慢慢走吧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出发，这个出发呢不是真的出发，是我们要到那个饭店的后院，在那里把早午餐吃，然后呢月龙他们在那把水一加，加完水我们才能出发。他们也该加水了，没水了。分清了，他们家有个排风管子在那儿吐着。这油还能跑201公里，今天也该加油了。又是1000个大洋，反正一箱油用个3天左右，3天4天。就在这儿，昨天在这儿吃的饭。哎，箱上的狗窝还没拿下来，一会儿停车了给它拿下来。OK， 到达。昨天在这吃的饭，箱上你在车上等着啊，外面热。昨天不在这？有两台的车是吧？对啊，昨天不在这吃的饭吗？在这个吃，这个昨天吃的小半斤儿就在这吃的呀。啊，小半斤儿嘞。点点饺子，然后点点菜就行了。啊，饺子有，对。啥啥饺子？芹菜馅的。芹菜馅儿。芹菜肉的。一盘多少啊？一盘20个。来两盘吧。啊，两盘。然后菜，炒个鸡蛋吧。炒个笨鸡蛋。啊。行，炒个笨鸡蛋。中午都一般都有啥菜？菜。炒个笨鸡蛋，烧个茄子。啊，烧茄子吧。嗯，烧茄子，笨鸡蛋，两盘饺子。然后，青菜有吗？青菜就有豆角、茄子、尖椒。肥肠有吗？没有肥肠，那些东西都没有。就有三野菜啥的。吃个榛蘑啥的不行吗？那就榛蘑吧。啊，炒个榛蘑，炒个榛蘑，笨鸡蛋，烧茄子，完两盘饺子，是吧？对。好。今天午餐点了4个菜，感觉又点多了，盘子好大，看这一大桌，一来到这边就发现桌子太小。笨鸡蛋，烧茄子，烧豆腐，后面来一个榛蘑，饺子。咱山上牛原来都散养的，山上都没人管啊。吃饱喝足，我们现在准备出发。老板又在炒鸡了，反正越野性能还行，出来玩可以。那我们走了，老板。慢走，一路顺风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忘了件事儿，把我的电瓶
充着电给它拔了吧，行车的时候就不充了。杀死他们，燃烧他的心头之恨。哎呀，有吴邪说完朝院子走去，来给个小肉干奖励一下。柳兄，想做个后悔的。好的，好的。暂且不清楚，但从他们的表现上，走铃，不简单。所有人都可以为了这十天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出发。一切代价，吃饱喝足，力保我平安。然后我们现在出发。吴邪笑了，他的笑容之中有一丝嘲弄。什么时候轮到小小？下一个加油站还有100公里，然后我的车还能跑160公里，这个只是表显示还能跑160公里，这有点让我小担忧啊。希望显示的是准确的，别半路是给我撂这儿了。这一路都没有加油站，只有到我们那个驻车地，就是今天的驻车地那里是一个县城，那边才有加油站。从这里到那边还有114公里，车还能跑159，多少有点小压力。因为啥呢？又它不像你走高速啊，你走高速的话，它肯定是158就能跑158，很准。这一路都在山路，而且路也不是柏油路，高低不平，一会儿爬山，一会儿下山的，不知道能不能扛到。我们走着看吧。好了，我们这会儿。到加油站了，在这把油补满，油还能跑110公里。没想到在半路的村子这边还有60公里，就遇到一个加油站，中国石油。那我们就在这一加。在地图上是没有这个加油站的，在这把油加满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在那个买两桶那个洗车液，看喷不出来了，没了，再给它加两桶。玻璃水，然后阿挺在前面2公里，月龙离我只有几百米，回头就应该能看到月龙。先加油啊！这个设计的，我上下是吗？特别窄，对，手太胖了。里面一点也没了，这里还剩了一个苍蝇。放这儿就行了。掉了。3桶。2桶快满了，那这一桶就先不加了，放车里吧。我去，这么重！哇，这这么大的牛蝇，加了119.59升。1050块，又过千了。
最近油便宜了，刚开出来的时候一次加1200，加满油跑着就放心了啊。